体后，这波威武想开，肉盾过来开到宁，宁点灯笼回来，先跟自己的队友做团聚。哇，这波开得好！吸血鬼进去，吸血鬼这波爆炸了呀！这个 U E 打上去，两个究极残血，宁先被卖，这两个究极闪现过去，红怒一缩。船长的大招是非常利于方 pass 重将去发挥的，包括牛头这个龙 RNG 不能放啊，右边三合的情况拿下两火龙，这个后期太难受了。但是船长在后方要看一下，先动中一臂，中一臂直接被打到了墙上，后面推两个立刀是直接将美飞机瞬秒了。卡莎这边进场，先要去打一个小火，火龙两千多的血暂时没有死，金控还想给 AJ 最后一击， AJ 捡了一个肥皂，抓了一个护盾，同时又一个壁咚，壁咚到盲僧，盲僧接住队友一个位移，但是还是被一个冰爪的小虎收掉，稳跟上输出，牛头也走不掉，这一波方 pass 直接被包夹了。的话 RNG 本身拿到了大龙 buff， 却反被方 plus 推了一座塔，现在很着急上来，刘青松这一波肯定要遭重，没有闪现的情况下交了一个金身，最后被小虎收掉了人头，闪现进来的金狗给了大招，但是旁边有一个金身，卡塔闪现脱离之后没有遭到击杀，后续小虎再上来，但是被天一波爆了，我的天，这个盲僧再回击一个挖掘机，同时这边已经被打出了一个复活甲，加里奥也倒了，在等悠哉，四个人在等他 ，AJ 也没有办法。哇，这一波金控跟小天打得太好了。这波龙三千血可能要 run 到底，宁这边开一个大便，选择是想办法下去抢到了，抢到了，这个顶上来了，哇，这一波基诺的大招也放了，交了个金身，化音被杀掉呀，基诺被秒了，侧面韦恩的位置我们注意一下，德善在粘他，他要死了。趁着小虎阵亡的这段时间，哦不对，是直接 rush， 对，小虎身上是有 TP 的，但是这个打的龙是非常快，龙听空身上是没有大招，这是没有大招的牛头恐怕得罪，直接一锤子敲飞了三个人，先秒牛头 AJ 再度立功，船长放了一个大招封住了位置，表示还要去强行打小天，这边盯上小天看了一个金身，那怎么办呢，大龙是谁的，大龙还是盲僧，盲僧金身结果还是成功扯下这波大龙，在这边小虎来了，一笔大招后